请用一个锁定的答案。私塾。哦。那我们要讨论一会儿吗？不讨论了，是不是私塾呢？跳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弄，又没有，我昨天才打肉毒。哈，小马连你也打肉毒啊？干嘛打肉毒呢？那软一点。啊，停停停停，对。打肉毒啊？喂，那个不是汤圆啦，你是圆圆的。哎呀，汤圆。古代风花雪月场所的青楼女子。风花场所没有雪月。因为如果看上另外一个人，就会抛弃旧爱，哦，就会跟着新欢走了。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。嗯，对，所以现在跳槽，这个正负变号，请解声标。哎呦，哇，开心了，恶魔，恶魔。可惜啦，小马没能守住这一题，让谢丽金启动了正负变号，成绩一跃成为18000分。不过未到最后关头，大家还是都有机会胜出的哦。下一道题目来，下一道题是旅游题。旅游题，请出题。人们常用数字代表吉凶，但不同地区国家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。台湾人认为8是幸运数字，而美国人则认为7是幸运数字。请问哪一个国家的民众会认为4是幸运数字？这个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，各位，请抢顾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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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打一下，小马，请作答。加油哦，答对就第一名哦。反败为胜。对呀，请出题。好，用心。请问下列哪一个国家的民众会认为4是幸运数字 ？A. 韩国 ，B. 泰国 ，C. 日本 ，D. 中国。小马，我还是不习惯你皮肤白的样子。你黑黑的好看嘛？对，好迷人哦。小马会讲泰国话吗？嗨嗨嗨，讲一个我们听。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啊，就是那个亚大伦敦去哪卡？哎，亚大伦敦去哪卡？再大声一点，我们听一下。亚大伦敦去哪卡？哎呦，这是泰文的什么意思？就是中文的亚大伦敦请拿卡。要转机的时候了。转机的时候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是泰国。好。哦。四。对。是 lucky number。Yes。答案锁定。泰国。一起来看是否是泰国呢？来，哎呦，哦，哎呀，是泰国人啊，他们之前就认为说世界是方的，哦，然后方的在各个角落呢都有非常重要，而且泰国有四面佛啊，四面啊，好，各位最后一道题目来，美食题，请出题，好。香浓的咖啡配上可口的圆形贝果是不错的早餐选择，请问贝果圆圈形状是仿照哪样器具的外形做出来的？哎呦，请抢劫。请抢我，请按钮，请按另外一个钮，请抢答。碎，一拳打回来你就赢了，快乐白沙队，不打不打，那就是小马了。对，我觉得给小马打，小马打打打打打，小马打，小马打，小马打，就马打不打又移动，小马打又切比切比又切比切比切比，好，我来打，打就打，小马打，哎呀，你感觉小马打名字早就红了。亚军一题，决战请出题。对。请问贝果圆圈形状是仿照哪样器具的外形做出来的 ？A. 马镫 ，B. 颈环 ，C. 车轮 ，D. 手铐。颈环、车轮、手铐、车轮、车轮、车轮。你不会想到车轮饼吗？
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突然间觉得手铐蛮有，因为贝狗要把它切开来，切开来之后变两个，两个之后好像就，哎呦，会分析哟、哦，好有学问，小马越来越不得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猜看手铐好了。哦，确定吗 ？Make sure 你的答案，答案锁定。反正我也没有，我就乱猜的、啊。二，一，请锁定答案。我觉得他们刚刚有出来的感觉。我觉得好了，车轮了。车轮，一起来看看他为什么没有选手铐呢？请看。哎呦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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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是有兴奋的感觉是吧？站到这边，站到这边。你刚刚喷我喷的很兴奋的。我教那么多次，你们都学不会。来，宪哥，你不要处罚他吧？不会吧？跪下来，抱我的大腿。不行啊，吹两下。不要了，要我走哎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哎呀！手不要打，手不要打，一二。我吹一次给你看。看到？嘴巴放松。好，带走。好的，正确答案是马镫。这个来由有点复杂。来由我们有两个，第一个，土耳其帝国想要并吞奥地利的时候，战争中波兰王救了奥地利。那个为了一位奥地利的面包师傅决定要烤一个饼送给他，但是那时候波兰王是个骑士，所以骑士嘛有马镫，所以他就烤一个马镫的这个形状，就是贝狗的由来。哦，18000+5000，请到我们前面来。谢谢。来来来来来，那么在这边跟你解释一下，两个的话，你的奖金23000就带走，连成线81000再加上去，通通带走。加油加油，好，加油。爸在这里。好，请拉。加油，慢慢按。好。衰。哎，有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好的。一点点，他差一点。谢谢。好，再次谢谢他们。礼拜一到礼拜四晚间10点继续收看《天才达人》。